中秋节余兴少不了观赏韩国人作怪，漫画偷嫦娥被逮住还不老实交代，狡辩说这是飞天，自己私怨里有，是自己的韩服小仙女，连偷的是啥都不知道，怪不得啥都要偷啊。想不到除了中国月饼外还有外国月饼，你要向大家推荐哪种呢？